我是贾诗慧，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。我喜欢笑，因为西班牙语，也因为舞蹈，他们让我充满自信。能够在异国的舞台上翩翩起舞，能够有机会让我飞向远方，走进神秘而古老的玛雅文明。2013年，我参加了第一届西语大赛的决赛。两年的时光过去了，我变得更成熟，更自信。在这个全中国最权威的西语舞台上，期待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贾诗慧。Sylvia， 加油！